巨鳄共舞可能不是谁都敢想的。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来自伦敦和科罗拉多的两名小伙安德鲁和威廉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附近的海域潜泳时碰到了12条鳄鱼，并拍下了这些大家伙的真面目。最巨型的长达4米，安德鲁回忆称，感觉鳄鱼就直勾勾地对视着，十分恐怖。好在海滩管理员一直陪着他们，一旦鳄鱼靠近，就将他们赶紧推走。